像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就是个经典啊，经典歌曲 ，very classic， 是这样子吗？嗯，好，这是《老人饮酒歌》，哦，这是比较，就是这个就是复音，然后很多那个。那个什么都拼声音的都变腔了呛腔的这样子的，好，其实不多说了，这1996年表现完到那个录音了，就舌头不太灵光了，大家来了，不好意思舌头都会中风，好，说他又老了19个来
掌声，谢谢老师。谢谢，谢谢各位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